我还把剑圣是吧，买个蓝刀吧，这么灵活。哦，有莫甘娜、拉克斯、鳄鱼 K 集团的呀，有个在泡澡。出出 Q。再 Q 一下，再 Q 一下。Q 好了，发波发波。咬住咬住。咬住咬住。咬住咬住。我都带先攻了，干就完了。全军出击。不是先攻啊，寻宝说错了。直接回家起飞。这种一级团能打得过的情况下就可以带着寻宝，他不会来打断吗？没那么贱吧。哇，剑中。不回家了，直接刷一圈野再回吧。翻一下。别交成了，我要死了。那我三级学 W 吧，直接回家剑带得了。鳄鱼可能要被越了，咬住咬住，死了！红怒，他吃塔伤了。打得漂亮呀，雷克顿！没有汤，见好就收啊！说说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是这女枪把这个剑魔害死了，不然我要红开往下刷的。疾跑还在，我可以再追一下。我看他包过来，他死了。是最强大的敌人。这倒没好呢。反台组十五轮好了，他这个点肯定没打十五轮，得刷快一点，刷下。别避别避，我过来了。
不能再刷了，艾克快到了。我有分寸的，把你卡线，别叫。一斩千机。下路死了一个，毙了一个，我们直接打龙吧。这艾克有点记仇啊，这莫高娜搞了他一波，他就抓他了，那这龙拉倒了。我快升六了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一个兵六级，一个兵升级，懂不懂？闪 Q 啊，你在犹豫什么？不是你往后走干嘛呢？我都标记我升六了，感觉可以全杀完，他 Q 中就可以了。不要吹虫子，开大走。不是你为什么不闪啊？闪 Q 他反应不过来的。直接来个 Q 闪也可以吧，我记得。算了，这下路给他自己玩了，没配合。虽然这个上路劣势，但他有配合啊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宁愿帮上，因为我们优势，所以线上劣势也能打得过。给这艾克待上路，我去拿先锋了。不，我感觉这下两个是双排的，所以双排人的技能只会留给双排人打配合。等着芥末吃的塔就先念个经。先开疾跑接近他，他要跑了。再躲了第三段 Q 就好了。白克看到了，莫甘娜过来了。乌鸦也来了，没事，我们鳄鱼也过来了。这个鱼没点蓝了，我买个羊刀再抓上吧，伤害可能会缺一点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差个闪金猎人。这鱼大好了，他只要咬个 W 就好了，他有小背心。
小背心不够看、啊。这艾克要是来手上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可以吃龙了，他还在上过来。我直接吃龙这样的，上了塔就不要拔了，等他来想守龙的话就来不及了。这就玩打野，你得分析哪路能配合，首先得看他有没空啊，然后得看他这个线圈，再看他的配合度。有些人他就算技能再要配合你，他不给你也等于没有。你像虽然上路劣势，但是他会配合会听指挥，所以我们去一次就能杀一次。这下路虽然有优势也有空，但是他不配合，我抓了两次一次都没成功，直接控把龙控完就走了。待会我们自己装备起来随便一打二就好了。玩打野最怕就这种会留技能的。有眼操，这里面都有眼。给你排个眼好吧。你猜这边为什么有个东西在？好吃吗？好点不？睁眼钓鱼。得靠自己啊。双眼，W没给好，给好杀掉了。再把先买聪明刀。
赶紧升一波十一，两级二了，跑更快一点。AD 好像落单了，这维克托没金身的，那他死了。他的盾好薄啊，被破了一下就没了。我都没打算甩技的呢，我想把他直接 A 死。这波鳄鱼没下了。没事，我还有个疾跑在。还有一个等于还有一个高原血统，这就打灵活阵容带疾跑的妙用啊！你可以直接先手接近他，还能持续拉开距离，不会被他拉扯。你要闪现的话，你确实可以接近他，但是你会被他拉开距离。等他们把技能叫完再打这个龙。现在杀人太快了，他的参与击杀还可以再续啊，疾跑也可以续。疾跑续6秒持续10秒，这大招的话一级的话好像是也是6秒持续6秒啊，两级的话就7秒了，每加一级加1秒。但是我看好像点升级好像并没有加，全等级7秒嘛。不行，再杀一波对面要投降了。这条还是龙魂，不是没捡到，这个应该是对面的。时间刺客捡到了峡谷先锋，不对吧？他应该是打了吧？他身上并没有啊，应该是他打掉的。没有大招被拉扯了，对面这阵容可以再来个自然之力。说实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自然之力还真可以啊，叠得很快的。这我伤害是够的。待会打团一样先切这个女枪就行了，因为他们打团建模要扛在前面，就剩下女枪这个 AD 就脆，剩下就是3 AP 堆魔抗就完了。这种多 AP 少 AD 我们出装上面就针对 AP 的打法，上面针对 AD 打。
雨翔人呢？去找一下他。逮到你了，你好。要打得快点。来个千速剑圣，再来个板甲得了，跑快点，飞一般的感觉。真正的大师，发现女枪位置，等一下，先杀女枪，被他一个大扫死了，你敢信？主要是其他人杀完了，没目标给我甩 Q 啊。他什么装备就两件套，能大我1000多的血。他显示才打了1300，实际上不止。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打到护盾的伤害是不统计到里面去的。结算一下，这荧光棒没送可以送了。今天双倍亲密度，双倍上限啊！走走走，提交。